记者日前从自治区文化厅了解到，我区现有各类文化企业6000多家，从业人员5万多人，文化产业示范园区基地234家，园区经济初步形成规模。目前，我区已形成文化产业示范园区基地4级名录体系，成为高原经济发展的新动力之一。